种花之前先留念呢、啊，到时候看一下种花之后是什么效果。这院子这样改很有借鉴意义啊，有流水、假山，再配上盆景、荷花。好东西来了。你们好，我是阿祖，今天又来帮别人搞这个庭院，然后种花了。这里啊，原本是一块那个杂草丛生的荒地啊，现在经过这里打之后，看一下。竹子风车。现在围了木栅栏，改了上面瓦的那个天面了，做了小桥流水。